若望一书第三章，请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爱情，使我们得称为天主的子女，而且我们也真是如此。世界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为不认识父。可爱的诸位，现在我们是天主的子女，但我们将来如何还没有显明，可是我们知道一显明了，我们必要相似他，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怎样。所以凡对他怀着这希望的，必圣洁自己，就如那一位是圣洁的一样。凡是犯罪的，也就是做违法的事，因为罪过就是违法。你们也知道，那一位曾显示出来，是为除免罪过，在他身上并没有罪过。凡存在他内的，就不犯罪过；凡犯罪过的，是没有看见过他，也没有认识过他。孩子们，万不要让人迷惑你们。那行正义的，就是正义的人，正如那一位是正义的一样。那犯罪的，是属于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天主子所以显现出来，是为消灭魔鬼的作为。凡有天主生的，就不犯罪过，因为天主的种子存留在他内，他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天主生的。天主的子女和魔鬼的子女在这世上可以认出，就是凡不行正义的和不爱自己弟兄的，就不是出于天主。原来你们从起初所听的训令就是，我们应彼此相爱，不可像那属于恶者和杀害自己兄弟的迦因。迦因究竟为什么杀了他？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邪恶的，而他兄弟的行为是正义的。弟兄们，如果世界恼恨你们，不必惊奇。我们知道我们已出死入生了，因为我们爱弟兄们，那不爱的就存在死亡内。凡恼恨自己弟兄的，便是杀人的。你们也知道，凡杀人的，便没有永远的生命存在他内。我们所以认识了爱，因为那一位为我们舍弃了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也应当为弟兄们舍弃生命。谁若有今世的财物，看见自己的弟兄有急难，却对他关闭自己怜悯的心肠，天主的爱怎能存在他内？孩子们，我们爱不可只用言语，也不可只用口舌，而要用行动和事实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可以认出我们是出于真理的，并且在他面前可以安心。纵然我们的心责备我们，我们还可以安心，因为天主比我们的心大，他原知道一切。可爱的诸位，假使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，在天主前便可放心大胆，那么我们无论求什么，必由他获得，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，行了他所喜悦的事。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字，并按照他给我们所出的命令彼此相爱。那遵守他命令的，就住在他内，天主也住在这人内。我们所以知道他住在我们内，是借他赐给我们的圣神。